哎呀，好烦哦！我发现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有人接我简讯？好，哎，好烦哦！我发现旁边那一只 GM 那个没办法把它抓走，哎，你觉得还蛮挡路的啊？什么鬼啊？也可以养蚜虫了吗？这边免费让我们直接有蚜虫哎！所以它会密路这样。哇塞，好帅哦！哇塞，好帅哦！然后就可以慢慢建造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它其实东西很多哎，阿九里。啊？所以要先有一个适合的地点，就对。哇哦！啊，我们先聊这边，再讲一下公蚁的栖息地哦。公蚁的栖息地在这边，强有力的大型公蚁负责建设蚁巢，建造公蚁栖息地，它可以让你。就是生产更多的工艺出来。OK，安利西可以吗？不过我跟你们说哦，你们每一集最重要就是赶快先运输，赶快先给你们的那个蚂蚁食物，哦，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一直呱唧呱下去了，你们不用管这么多。反正你们每一集就是赶快一直弄。食物一直给它补起来，这样就 OK 啊。对啊，很耐玩的啦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可以养蚜虫了，这蚜虫嘛，这样就够作业。它会产生那个蜜露。